Hello， 大家，昨天呢是聊了这只八角包啊，在这一期视频播出去之后呢，有朋友跟我说，你这个眼光越来越独到了啊。独到这个词怎么理解呢？独到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啊。独到就是和大家大部分人不一样。那用什么来证明？我觉得还是用市场来证明。像这个包包，昨天发了视频之后，今天就已经有客人把它带走了。我觉得还是真的是蛮值得的。那其实我的很多客人还是愿意，用不那么爱马仕的爱马仕，大家懂我的意思啊？就是爱马仕本身它是比较低调的，然后在市场上从总量来说是比较少的。一些客人呢不太希望，别人知道自己用的是什么样的包包啊，只要自己清楚就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再独到一把，这个包包是我在旅行过程中在延吉的一家中古店淘到的一个，大家看一下，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能叫出它的名字啊？昨天那个八角包也不是很容易叫得出名字，这个包包啊，如果看过我之前的视频的话，这个包型应该有印象，它叫 White Bus。 那这个名字的由来我还确实是不太清楚，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可以私信告诉我。之前在经手那只 White Bus 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大包啊，差不多有40厘米的大包，我拿到手上就会觉得它就像一个铂金包一样。当铂金包不必锁住盖子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长口的袋子，对不对？那这个呢，大家可以再看一下它的外形，那就像是一个外缝的铂金包，或者跟凯利包其实也是有几分相像的啊，整体的元素都还蛮像的。那不同的就是凯利包它是一个手柄，它是两个手柄，所以更多的像铂金包啊。然后外面呢会有这样的一个很长横跨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侧带，内里的构造也是非常的简单，在它的顶部呢会有这样的一个扣子，可以略微的保护一下里面的物品啊。当然了，如果扣上的话，你拿取一些小件的东西也是可以拿的，但是呢这个扣子在大包上是没有看到的，所以也许是小包的专利啊。这个包包的长度到现在为止我也是第一次去量一下它的长度，大概是 20.5 厘米。那如果再严谨一些啊，因为它的外缝的这种边角还是会多出一些，那量底部的话差不多就是20厘米的这样的一个宽度。包身的高度大约是不到16厘米，15.8厘米的样子，那我们就很接近了，很接近16厘米。厚度大约是6.7厘米，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包，让我想起了什么呢？作为一个20厘米宽的这样的一个长度的话，或者宽度的话，会令人想起今年啊特别火的房子包啊，一度现在应该单包的价格在市场上是100万左右，90到100万的样子。那据传说啊，有人为了买这只房子包配货配了800万，这个就没有办法确定了啊。这只包包拿在手上呢，首先会有一种复古的感觉，那原因呢就是它的皮革采用了我经常聊到或者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个 box 皮啊，当然它是红色的，和黑色的呈现还不太一样。那黑色的话它的整个亮度会再亮一些，作为红色的包包的话它应该是不如黑色那么亮，但比艾普森皮啊，比其他的红色的包包还是要亮一些的，还是有一些亮度的。这个包包的年份刻印在这个侧边啊，方框 F 刻2002年，到现在为止已经18岁了，成年了，所以在它的身上呢也会有很多岁月的痕迹，像一些划痕啊，或者是其他的轻微的这些污染。除了包身之外呢，我们经常聊到的消耗的部分，像它的边油部分、缝线部分都很完好，所以又聊到了之前聊的好像是幸存者偏差一样啊，就是说留下的包包它的状况都非常好，让人感慨是不是那个年代它的这个工艺会更好一些，或者它的选材会更加的讲究一些，或者是那个年代的皮革会要求会更高一些呢。这个包包还让我想到了之前跟一位客人的聊天啊，什么
么聊天呢？就是关于家里有女儿的这些妈妈们，好像在买包的时候特别舍得啊，大不了以后给孩子用啊。我是买给她的，然后我先帮她用一用。对，很多这样的理由啊。这个包包确实也是，因为我家是个男宝宝啊，是个男孩，所以如果我家里面有个女孩的话，我也会想啊，让她啊，拎出去这样的一个包，穿上小洋装这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还蛮棒的啊。这个包包它的尺寸虽然只有20厘米，好像很小一样，但实际上像这样的大尺寸的钱包都是可以放得进去的。这么大的钱包都可以放的话，其他很多物品就不在话下了。大的手机、小的手机、充电宝，或者女生所用的一些啊补妆用的东西等等等等，都还是很容易放得进去的。box 皮本身就比较轻啊，那这个包包上手的分量，因为它包身也比较小嘛，上手的分量还是很轻的。这个包包轻呢，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构造会相对简单一些，没有其他的多余的五金，它只有这样的一个暗扣。如果是没有这个暗扣，没有这个小搭扣的话，就整个全都是用皮革和缝线以及边油这样的材质来组成了。当然可能手柄里面会有一些填充其他的辅料。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是红金搭配啊，就是它不多，为数不多的五金还是用了金色的这种金属五金件，然后它的烫印 logo 也是用了金色。这个包包拎起来我觉得是一种不同感觉的碰撞，什么感觉？又制式又可爱啊。如果是一个小女生在用的话，会觉得哦，这么卖萌呢。好的，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又一个特立独行啊，又一个独到的选择，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会喜欢它。我们明天见，拜拜。